丽丽，我想去买手机，你能告诉我去哪里买吗？你可以去中关村或者公主坟也可以，那里有很多卖手机的店。那手机号码呢？是和手机一起买的吗？不是，你要去通讯公司买号码。中国比较大的通讯公司有移动、联通和电信3家。哦，我应该怎么给手机缴费呢？缴费的话，你可以去通讯公司，或者在报刊亭买充值卡，打电话进行缴费。听起来好复杂，你有时间的话，可以陪我一起去吗？那我明天上午陪你去吧。太谢谢你了。